为了达到更好的运动效果，请您在使用前认真观看我们的运动教程。在这个教程中，我们会教您使用小腹克星的各种塑身方法，循序渐进，让您的肌肉，特别是腹部肌肉更结实紧致，达到理想身材。好，现在请跟我一起做 High Two 热身训练，脊椎拉伸运动。请双腿跪在坐垫上，双手扶住靠背，低头吸气，双手推出。好，一、二、一。 二，让每一节脊椎得到充分拉伸，请重复做。脊椎拉伸变式。现在我们进行动作变换，抬起头部往后仰，同时抬起腿部。好，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二。 这个动作有利于拉伸腰腹肌肉，同时运动后背肌肉和大腿肌肉，身体得到舒适的延展。好，我们换另一条腿做同样的运动。侧身运动。现在请跪在坐垫上，请注意，这时身体和靠背呈90度。 深吸一口气，然后呼气，侧弯腰。好，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二。这时你会感觉腰的一侧肌肉收缩，另一侧肌肉得到延伸。这样，我们让腰部前后左右都得到了热身运动。 好，下面我们可以进入正式腰腹训练，腰腹进阶训练基本式。现在让我们坐在坐垫上，双脚弯曲平放在地上，根据自己的体型调节坐的位置，尽量让后背紧贴靠背滚轮，让你的颈椎紧贴颈部滚轮。这时调整姿势，双手可以握住坐垫两侧把手，很好。然后身子往后躺下，坐起。 躺下，坐起，躺下，坐起，是不是非常简单？你可以感觉全身非常放松，只有腰腹肌肉是紧绷的。这时，我们正在给腰腹做大量运动。很好，在运动的同时，腰背、颈椎都得到了充分按摩，你会感觉肩膀、腰背都很舒服。请按照自己的感觉，每天做适量运动。 伸展束腰运动，现在让我们双手合十，伸直手肘，举过头，然后和刚才一样躺下，坐起，连续做几组运动，双手合十，躺下，坐起。这个运动看似变换一个小姿势。 其实对减掉蝴蝶袖、对消减肋骨两侧脂肪起到了很好的效果，请坚持做。侧腰扭转式。现在让我们稍稍变换姿势，锻炼腰部斜侧肌。将双手放在脑后，手肘放在靠背上，身体自然扭转45度，然后躺下，坐起，躺下，坐起。 这时，腰侧肌就能得到充分的运动，不用多久，你就能发现腰部脂肪迅速减少。腿部训练，现在我们配合腿部进行进一步训练。让我们坐下，身体尽量往后躺，然后抬起一条腿运动。好，现在换另一条腿。很好，现在我们双腿一起运动，请双手抓住把手。 身体往后仰，然后同时弯曲双腿至胸部，这对你的下腹肌起到了很好的锻炼。腿部进阶扭转训练，现在我们要进行稍有难度的腿部训练，配合腰腹一起运动。请将双手放在脑后躺下，然后在坐起时屈左膝，右肘与左膝合，这样腰部得到了更大量的扭转训练，同时也运动到了大腿肌肉。对，就这样，一。 二，一，二，一，二，一，二，对，就这样。然后换另外一边，一、二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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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、二。这是一个稍有难度的运动，请大家根据自身条件选择型运动——单腿腰腹运动。现在我们变个姿势，将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上，然后躺下坐起做运动。好，一、二、一。 二一二一二，这时你会发现，不仅腰腹得到了运动，大腿、臀部也同时得到了强化训练，这同时也是平衡训练的一种。然后我们换另一侧，很好，一二一二，全身运动。现在让我们倒过来做，双手撑地。 双腿抬起在靠背上，然后双腿做下压运动。好，一、二、一、二，这是一个标准的全身运动。在你运动时，你会发现双手得到了训练，大腿肌得到了训练，同时腰腹也得到了强化训练。请每天保持做10组这样的运动，你的身材会得到有效改善。放松运动。 最后，让我们来一个腰腹反向抬起运动，双手扶住把手，颈肩靠在靠背处，抬起臀部，让身体呈水平状态，坚持几分钟，作为我们的结束动作。这样能使大量运动的腰腹得到反向放松。好了，我们的教程就到这里，希望你能每天锻炼，性感腰腹指日可待。